哎呀，你们怎么到对面去了？因为我们要 battle 吧，好像。所以我们是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楚河汉界了。哇，对哈。麦吉麦吉麦吉，哎呀，你又来了。各位仙侠，欢迎来到我的悬崖密室。哇，因为你们的到来，我的悬崖好像格外的漂亮啊。哦，所以快点走上去吧。 来吧，上崖，各位侠客，上吧，盖了个锁。我打个头阵，凤雏，这还挺窄的。凤雏，这个真的好窄。我有点害怕。都站好喽，我的小石块们也特别的兴奋，悬崖机关启动吧！哎呦，哎呦，哎呦，麦吉，你这有点太暴力了吧？接下来温柔的来了，左边的小石块，你们可以慢慢的出来了。哦，哎呦，哎呦。 哎呦，马吉吗？OK。好，右边的小石块，哎，别！哎，下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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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嗑个瓜子什么的，很舒服啊。就是。悬崖密室历险现在开始。于冰，请听题。下面是脑筋急转弯，什么海没有边界？大海。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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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什么海？什么海？什么？胖大海。胖大海是什么海？还有什么海？还有什么海？快来来，急死！快快快快快！死海。云海。云海。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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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无涯。苦海无涯。回答正确。啊。哇。哎。怎么还有？怎么到处都能做呢？宣露，请听题。大鲵是人们常说的一种什么动物？软体动物，软体动物，软体动物。鱼？什么？是娃娃鱼吗？娃娃鱼，娃娃鱼。不是蛇吧？娃娃鱼。回答正确，娃娃鱼。娃娃鱼。哇！哎，我这个真的是。蜻蜓，请听题。2018年，中国婴幼儿进口羊奶粉中销售份额超过60%的品牌是？加倍爱特羊奶粉，盲猜加倍爱特羊奶粉。回答正确。不用猜题了，加倍爱特，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你。凌晨，请听题。请问一生一世的世在古代指的多少年？两百年。一千年。一千年。六十。一千年。啊。六十。一千年。啊。啊。很遗憾，凌晨悬崖密室历险失败，正确答案是30年。一生一世只有30年，以后跟别人许愿不能说一生一世了。对对对，不能说一生一世，说五生五世，就一辈子吧，就一辈子吧。下面进入自由点名环节。刘海宽，请听题：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是什么？榴莲。西瓜。菠萝蜜，菠萝蜜，菠萝蜜。回答正确，请点名。Give me five, yeah. 哇 ，Give me five, yeah. 哇，我还是蛮聪明的嘛。刘海宽，请点名。点男生，点男生。冰冰，于冰。于冰，请听题。下面是脑筋急转弯，合起来一共五句话，打一成语。哎，别，五花八门。五花八门。五颜六色。合起来一共五句话。五彩缤纷。合起来一共五句话。三言两语。回答正确。真的合起来五句话呀？可以。哇，怎么还带出？冰冰，冰冰，脑筋急转弯，厉害 ，Give me five 来。你们这么有就别 five 了。于冰，请点名。宣露，宣露，请听题，请问图中的物品是什么？啊，充电器，快充，快充，快充，回答正确。谁知道这个是充电器啊？那时候什么年代用的？在我们那个年纪，每个人都用。2005、2006年我就记得有。宣露，请点名。蜻蜓姐姐，蜻蜓姐姐，我们点你哦。蜻蜓，请听题。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哪一位没有历史原型？昭君、貂蝉。回答正确，貂蝉。哎呀，
来，美女之间就是惺惺相惜的。蜻蜓，请点名。卓胜还没有答过，对不对？我答过，我帮大家答对了好几题呢。真的，你那么能答呀？那就你吧，你这么会答题。我答，我答，我来吧，我吧。加油，加油。汪卓成，请听题。杜仲是名贵药用植物，其最主要的药用部位是什么？这最主要的药用部位？嘴唇、唇膏、舌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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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咬了吗？什么什么？帕斯卡，帕斯卡。那个羊奶好吸收，那个羊奶好吸收。我只想加倍爱他，加倍爱他，加倍爱他。很遗憾，汪卓成悬崖密室历险失败，正确答案是树皮。耶，我们赢了。所以他帕斯卡是用了，对不对？YuBin，请听题，请问去世界上哪座城市不用担心迷路？不用担心迷路。重新。哎呀，你不用迷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家里。罗马，罗马，罗马，长江大路通罗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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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回答正确。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姿势可以了。我看你能吸多久，我跟你讲，YuBin。YuBin，请点名。又练了一种神功。我点完名，我再下去宣路。宣路，请听题。牙膏管底部的颜色条有什么作用？好看，是好看，不是草本，草本还是是成分，成分不一样。防伪，防，你说一下防伪。防伪就是让你感到温暖。这个功能防住，这个是防住吧？你说一下功能防住。海豚。这个好难受啊！我不行，我不行。徐斌，你下去，我下去。你下去。很遗憾，宣露悬崖密室历险失败，正确答案是定位。等一下，定位。因为牙膏底部颜色条是用于牙膏生产过程中产品封尾时的定位与识别。再见，再见。哎，走了。再见。哎，走了。哎，走了。很遗憾，YuBin悬崖密室历险失败。蜻蜓，请听题。余秋雨笔下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两个宋代的是哪个城市？杭州、成都、浙江、西安、南京、长沙。黄河，甘肃，不对，还有哪里啊？很遗憾，张子墨悬崖密室历险失败，正确答案是开封。河南啊。刘海宽，请听题，在儿歌《我是一个粉刷匠》中，我最后粉刷的是什么地方？啊，那个消防子，房子，刷地板，那个墙壁，那个。回答正确，墙。哇，这下难了，哇，这下难了，是我们两个的博弈是不是？蜻蜓，请听题，中国古代民间四大传说有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和什么？孟姜女，还有谁？白蛇传，还有西厢记。哎，完了完了完了啊！手，没地方站。还有谁啊？我不知道啊，你是我们神奇的海螺吧？我不行啊，我忘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很遗憾，蜻蜓悬崖密室历险失败，恭喜刘海宽悬崖密室历险成功。天然好吸收羊奶，我只选加倍爱特，提醒您正确答案是梁山伯与祝英台。